Hello，大家好。那我们在研议配件的时候，最常看到的就是说，这种四分外牙，然后转两分两孔，那一般来讲，这个是可以接这种小血管，然后一般它这个东西都是锁在这个蓝牙的这个三通上。这种四分外牙转两分两孔最常见的用法是这样子，然后可以从这边分小血管出来然后接喷头，那最近我有碰到朋友来问我说那我如果这个要直接接这种小血管怎么办？四分小血管。那这样不能这样插插是不行的，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这个东西这边是内亚的四分内亚，那这边是锁螺丝的锁牙的，那你就可以将这个放到这个四分小血管把它塞进去然后。这样就锁住了，那锁住以后呢，你再把这个锁上来，那这样四分就可以转出来，转成两分，两分的话，你在这边接两分小血管就 OK 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要示范，如果从四分软管转两分两孔的软管的一个做法。以上简单介绍，谢谢各位观赏，再见喽。